我还没做好，我问一句好不好？还要等多久？我不卖你的啦！不卖我行吗？我不卖你行不行啊？不卖可以吗？我不可以的。这边还你。要我报警吗？来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这边啊，这边。报警了！报警！来这边可以啊。你不要走哦！你不要走哦！报警！叫我啊！麻烦口罩戴好，谢谢。你要等吗？我退一下好不好？还要等多久？我退一下好不好？还没做好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我还没做好，我退一下好不好？还要等多久？我不卖你的啦！不卖我行吗？我不卖你行不行啊？不卖可以吗？我不可以的。这边还你。要我报警吗？来报警！报警！报警！这边啊，这边。报警了！报警！来这边可以啊。你不要走哦！你不要走哦！报警！叫我啊！喂。叫我就来啊！喂。这里要报警，因为这边有人口罩不戴好，然后还故意一直咳嗽。你没有照程序给我东西，算了。还有。喂。没有。嗨。拍，大家拍。拍，警队来。口罩要戴，听不懂吗？政府规定的。政府规定下，政府规定是你一定执行吗？人人都有责好吗？人人都有责，什么叫人人都有责？保密房给你，等警察来嘛。叫警察来，都要叫警察来。戴口罩你不配合吗？哎，你阿伯你强制我戴口罩啊！你有办法，你有出来，你强制我戴口罩。现在大家都要强制戴口罩了。别后悔。没关系哦，没关系，等警察来，好不好？口罩要戴，听不懂吗？政府规定的。政府规定下，政府规定是你一定执行吗？人人都有责好吗？人人都有责，什么叫人人都有责？保密房给你，等警察来嘛。叫警察来，都要叫警察来。没事，先戴上，还有再还你。那我如果没有戴上，你怎么不还我？没有啊，你就尽量都拿钱。你在挑话嘛你？你不跟你抢夺，你不要戴口罩，不要闹！你不跟你抢夺，你别强制我戴口罩，你都没办法。我没有这样讲哦，是政府规定的。